罕见啊，来参加一个这个开发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，然后，然后我们就进来了。我们可以拿一个他的这个小册子啊，这个是在上海 WeWork， 他是从随机的动作然后开始学习。然后他自己跟自己进行对战，然后去多学习，然后去年可能是休息，然后这个是我们去年的一个东西，太快了，所以在那个Tensor那个代码上模型，大家可以在那个 GitHub 上去搜一下 Task Logger， 然后也可以自己在家练自己的电脑，然后去跟他进行一个对战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是有一个都是程序员的聚会吗？然后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，它是 AI 的一个小程序，它是一个 AI 工具。又有人过来。选程序的东西。你好，我了解一下，我们是做数据库的一个工具，做数据库编程管理的。哦。您是和数据库打交道吗？我和数据库打交道。那这个你应该会比较了解了。嗯。哦。就应用变更的时候呢，除了代码要变更，数据库也要变更。嗯。但这个过程其实是有很多坑的，我们需要把这个整个流程更好的管理起来。所以您是这家公司的？对。我们是做数据库变更管理的。你说数据库变更管理？对，每一版数据库就是您应用发布的时候，除了代码要变更，您的数据库里面的表结构什么也要，有时候也要经常跟着变更。但对于生产系统来说，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重要、很关键的。什么伤风跑路啊、误操作都这种情况发生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工具呢，就把这个整个流程管理起来。首先，你所有的 server 提上来，我要审一遍，没有性能隐患，没有写错，没有安全隐患，没有误操作，这些第一步。然后呢，你的代码在那个代码仓库里面提交，我就能触发对应的数据库变更，不再需要你的跳转或者复制粘贴到硬盘里面的就跑了，不需要了。那是不是相当于把 SQL 语句之类的做一个代码 SQL 语句的管理？对，版本管理。对的。然后出了问题，比如变更出了问题，可以把你数据库再做回滚。这个超大表变更也可以在线变更。有意思。这个是免费的是吧？我们是开源的，但有商业版。哦。我对这个的印象就是他们的网站做得很好看。是吧？谢谢。我们刻意的就希望，即便是 To B 软件，也应该是叫多了一个减速的项目。我去，这都是这个小可爱是什么呢？这个有什么？通过那个发射关关关关对，那这边也可以盖章吗？对，可以。看到卖键盘的了。我去，这个专门是卖键盘的，都是在搞这个轴。我的现场卖键盘，这个我估计明天他清场的时候来可能会便宜一点。主要是 TapTap。这个也不知道是做啥的，哎，他是不是看很多人在盖章啊？是不是盖完章之后？哎，我们这选手看起来很有机会。哇，差一点写错了。我家
是全盖完是有奖有礼品拿的。感觉太长时间不拍了，都自闭了。这怎么还有猫卡？哎，真的哦，有猫卡。这个就是上海的 WeWork， 这个地方我是没想到的，这个里边的感觉是挺不一样的。都是卖键盘的呀。这是收藏品展览，感觉像是。这就是，这就是传说中的 WeWork 了。来看，注意一个细节啊，它的插座是国际口的。哎呀，你手活大，我给你。上面就不是了，上面都挂了牌子，是私人办公区域。也就是说这上面就不是开放的部分了，只有一楼二楼是开放的部分。这办公环境大家感觉怎么样？我第一次看这个办公共享办公空间啊，这比我们用的那个共享办公空间感觉要时尚一点。